什么是电子音乐？迷你萌，我常常听别人说电音最酷，什么是电音啊？电音是电子音乐的简称，所有用电子设备玩出来的音乐都可以称作电子音乐。怎么玩呢？你可以先录一个声音，比如吉他声、汽车喇叭声，然后通过电子设备来改变声音的感觉，可能是变快变慢、变高变低，总之把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把声音积累起来，成为一个资料库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创作你自己的音乐了。哦，所以我看好多人都用电脑做音乐。没错，电脑加上软件，加上一个声音的资料库，你就可以变成音乐家了。哦，那我要赶快网购，变成音乐家。哎呀，器材只是器材，重要的是想法。你脑海有旋律吗？有故事吗？一片空白。啊，你还是多从听音乐开始吧。音乐有问题。听我就知道。